要帮忙，我想要让他自己拉，好厉害哦！呜呜，第一个英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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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强哦！你等一下，两包泡芙。不会啦，不要酸葡萄啦，人家爬得很棒。酸葡萄。再来，再来，再三下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三下，好，到了，好。你看，你看，虽然现在不会动了，可是教练还是为了你们的安全，我还是在这边做一个安全举，就是说我放开，它绝对不会动。看看看，教练你够吗？会呀，我比你们还怕呢。你们快掉下来，我更怕你们掉下来。一二三，耶！哇！还有后面啊？再几下？五下。五下。五下。好。三下。头转过来哦，没有看到这，看到皮皮而已啊。高的时候，这个绳子就越短，你就根本完全不可能掉下来，对不对？连地都顶都会碰不到，你顶多就是挂在空中而已，所以是绝对安全的，是不是要担心？好，啊，当你要下来的时候呢，只要你坐着，放心的坐着，坐坐坐，坐着，好，手可以扶这个绳子，然后呢，你如果分开了，一二三，冲！